一副解决不了的问题。今天好多小区群都炸毛了，拒绝下楼做核酸。这是上海防疫做了很多堪称经典的死循环的案例，一个产品你代码都跑不通就推向市场，产品卖不出去，怪 marketing， 怪我 slogan 没写好咯。让工厂复工，然后告诉别人工厂后果自负，谁他妈还敢复工啊？让大家足不出户又不解决吃饭问题，那萝卜白菜能从天上掉下来吗？号称是居家隔离，做核酸又一窝蜂都跑过去，别人印了一个月的小区，最后非要给别人整一个阳出来，傻子才愿意下楼做，没得病的在家里翻来覆去的查核酸，突发病的要进医院的又找不到地方查，白白的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。最奇葩的是有的阳了的在家里隔离，给别人整个红码，然后别人转阴了以后还要非要去弄去方舱走一遍，去重新感染一遍才能取消红码。让上海有这么多写代码的程序员架构师被关在家里抢菜做志愿者，让一些智商只有80的人来做防疫的顶层设计，这搞得好才怪了搞。